中华学门总会在3月23号到27号在花莲市六旗重划区办理大花莲梁皇宝忏祈福法会，会中诵导梁皇宝忏，祈愿众神护佑花莲风调雨顺，远离疫灾，和境安康，社会祥和。中华学门总会表示，为过去开发建设动土所上的森林不计其数，借此机缘安顿山神龙神土地，祈愿不再伤害花莲以及地方居民，同时也祈求世界和平，无灾无难。另外也抚慰前年0402台铁太鲁阁事故不幸罹难者。现在徐正伟副县长严新章代理秘书长饶忠以及各局处首长20号下午前往花莲市六旗重划区现场办理对联追思科仪法会。无极精确玉皇大天尊谕旨，一世天下南瞻部洲，中华民国台中市潭子区巨星里潭新路一段1至2号，原有金句：玄门总会、玄门法师总会、玄门法师文教基金会为总主办，承旨立坛，花莲县政府主办，定于癸卯年闰花月初二日辰时起，在花莲市六旗重划区福厅夜市停车场，为花莲地区起建祈安、祈福、金针、礼斗、阴阳两立梁皇宝忏五天大法会，祈求世界和平、两岸圆心、正法永存、道德长养、良知涌现、引贤纳士、玄门正法常转、顶天立地。中华学门总会表示，从23号开始一直到27号，共计5天，在六旗重划区办理法会，期间每日诵导金山玉制梁皇宝忏，以及提供平安餐，并为花东地区民众免费办理超拔、绝烟、拔身地基组，邀请乡亲踊跃参与，共同替花莲参香祈福，为天地万物祝寿。记者转换报道。